建线三百、益阳三百展演活动，九日在鹿港工会堂前举办首场展演活动，以鹿园情长才华展扬为主题，提供学子多元展能的舞台，让才华洋溢的中化英娜被看见。这一次最主要是让孩子们有一个展才的机会，配合着我们建线三百、益阳三百，我们在彰化县八大分局区举办了八个场次的一个这个让孩子展才的机会哦。那今天是首先是在鹿港场哦，那这里就有四十几个节目，那可以说每个节目都非常的精彩哦。那看到孩子们，那可以说透过这样的学习，那有一个这个展现的一个舞台，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观摩，让我们孩子更对于艺术也好，对于一些表演也好，有更深的一个这个了解跟这个体验，那互相的这个学习哦。彰化建线三百活动以艺文飨宴嘉年华会之方式办理，兼具推广与培养学子艺术涵养及提升鉴赏能力，希望借由活动展现学子的多元学习成果，增加校际交流与观摩学习，传递彰化艺术教育量能，展现三百年来的文风底蕴。公益频道黄诗婷鹿港采访报道。